捧就到了，捧就到就杀了。啊，差点全杀完了。玩吧，梦魇刚好打蜘蛛的吧，感觉梦魇好像可以来个红蛋，有多少的减速？30的减速，还是买绿蛋嘛？这小幽灵掉了是不是？还没出来，三分钟了要。这队友发不发投降的？主要对面三 AP 啊，感觉可以等一下，对面阵容不是很好。感觉这个下路稳住，他不会重开。这梦魇推线很快的，就算少一个人也可以赢。我觉得对面阵容更差，我们阵容还好吧？出一把影魔刀，然后把老鼠秒了就赢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像补不了了，过去没两个刀了。这不有车子，看队友开不开吧。队友不重开我们就不点，队友重开我们就点。只要你不开，那我就不开。咋了？都没蓝了，调皮。等一下就让你死，知道 Q 的标记了。他死了。我这个闪错了呀。应该往前直闪的，这队友都挺自信的啊！这把有高手是吧？这大人没什么蓝的，等他把技能交了，他 W 丢不出来，他估计就留个 W 的蓝，让他再丢一下。我操，升级了！来个提亚马特，呀，没给他宰了，可惜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吃的这么舒服。他这吃的太爽了，搞个红 buff 来，待会他推到塔下黏着他走，血量有点少，主要是把血回上可以飞他这波了。他估计要吃一血塔的，你这不吃。要不丢一下塔就爆了，他知道我大好了。这个人他是懂的，他把 W 交了，那他得交闪，这不？只见炸弹不见人。他 W 好这么快？我看他前面教过的，他这波强才管不了他了，他一个 AW 就炸完了，感觉杀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杀啊！飞波下吧，这对线结束了，这还没补线的话，老鼠估计来偷他，我来蹲一下。啊，果然来了，我也过来了。这还没这个血量劣势，老鼠血量占优，他肯定要飞，他肯定要 Q 过来偷一下，我们就可以过来直接飞他了。哎，里面有个针眼在，狗熊要过来。节奏不对，
先来个引魔刀，再来一双水银鞋。好像并没走。一个阿斯了，牛批！这个阿是我没想到的反向大招啊！他后面好像没人在，他有点怂。这我可以随便一打二一打三了，他们三 AP 只要引大引魔刀一出，水银鞋一出就随便打，然后这狗熊崩掉了，我们打算盯着老鼠秒就行了，可以理解为他们就是全 AP 这样，先秒老鼠，等他出来我们再二，别急，我直接飞吧，还是得先杀老鼠，全是他点我的伤害，不能贪头，看到这个残血侠 2Q 把他杀死，顺便一老鼠，还是得二老鼠才行，我们两个可以给他秒，攻击到了，他没闪现了，引魔刀，什么种引魔刀的威力啊？只要把老鼠解决了，随便打，又漏又输出，死五再一买，根本死不了。我说了，这把四 v 五能赢的，主要是他三 AP 太捞了，知道吧？这就是为什么这版本 AP 打野玩的少的原因。我的大头伤害这么高。把他书全打没了，再来一件什么呢？来个黑切吧、哦、我神话都没买呀、啊，对吧，哎呦我都忘记买，我们这个打法的话神话买挺近的，但是打老鼠的话感觉出星石好像也可以，杀他快一点还带盾，护盾打 AP 很好用，主要是这把打老鼠的话星石把他秒了有加速，然后加护盾挺好的，等一下甚至可以再补个自然之力啊。别急，赶紧开啊！上不上呢？人要跑了，这老鼠没过来。先埋伏一手，这老鼠好像去上手线了，上面两个，先搞塞拉斯，一个视野死了，我恐惧到的，
虎鹿羊群。这两个是畜生吧？啊，两个满蓝的抢一个空蓝的打野的蓝 buff， 退了给你送火箭，你先送了，不要再口嗨，先一恐惧他，你送了我立马就退，直接给他单杀了。哇，老鼠出来了，我想杀一下这两个呢，这一剑出黑切就好了，黑切顺便还有加的个移速，算了。恐惧到了，恐惧到就杀了。啊，差点全杀完了。哇，这贪欲这波打了3000 crazy， 这大头怎么感觉刚才在看戏啊，我打了快10秒了，他刚才应该丢个 W 或者 E 的，我刚才以为他回家了还是死了，结果他在旁边看戏，这个人不行，感觉这星石并没有想象中的好用啊，感觉这还不如出可取约呢，找个机会把他星石换了，我黑切也有了。把狗熊飞掉，再接下一个烟，大招免控也没用，我第三个 E 就好了。他不丢歪了，他想秒塔了。那一会儿了，这老鼠还没出来呢，出现了，它在下面。这游戏现在叫找老鼠，打到这个点就是老鼠能 C， 一定要针对它打，它开个二飓风，待会你伤害看不懂。等老鼠出来，出来了可以上来，我开啊，这个灯了，我去拿三龙了。他待了半天，他又带着没有用，他现在得来团这样。随便打，带了有屁用啊，连个炸弹人都打不过，都说了随便杀随便打，有点难了。他拉起来也得吃恐惧的，这大头伤害也蛮高的，可我们并列第一，主要我吃了挺多伤害的，我看一下，承受伤害，承受了5万，回血回的挺多的。